是你们两个的战绩是五胜五平，其实哈弗哈弗。对。今天你觉得赢下来主要的原因，最大的原因是？我觉得，第三局的时候我们都有点紧张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最后我比他控制的好一点，但是呢，今天我觉得，我不知道我跟他打得好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水平那么差不多，所以我就很开心，我今天能赢他。就第二局、第三局，就是你有出现很比较多的失误，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觉得是空气比较大，所以有点难控制球。一个是顺风的时候，打顺风的时候也很难，所以你真的要想然后去打，你不可以怎么说自动去打，这样呢你会打的很多失误，所以呢我觉得我今天控制的比昨天好一点，所以呢对我很开心，而且呢我希望丹麦队他们今天能赢。以前你出现失误的时候你会表现在脸上，就是特别懊恼，对，现在就是成熟了很多，现在对我可能成熟了一点，我希望但是我还是一个孩子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